知道了。你知道了什么？你们骗城中流民去做矿业的事。胡说什么？我手上有一封大哥的密信，里面写的清清楚楚。你哪儿得来的？是不是和那个偷马贼有关系？我不知道什么偷马贼，我只知道你们一直在草菅人命。这就是你对兄长的态度。那日你忽然失踪，我和大哥都快急疯了，寻了近乎一个月，始终没有半点消息。连一向喜怒不形于色的大哥都开始大发雷霆，怒斥那群下人没用。可你呢？一回来就对着我们指手画脚，丝毫不顾念兄妹之情。这根本是两码事。我不在此处与你吵，先回家吧。有什么事儿，见了大哥再说。下弟子应学相信相扶而行。师兄所言甚是。